哎，关注鲤鱼大厅的微博，听说人生会好过一些。你就一点也不心动吗？我要啊！我们只能有一个。Hello， 小朋友们，杨幂的新电影《逆时营救》啊，最近很火啊，上映三天票房破亿。杨幂之前呢，就凭借这部电影拿下了什么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影后，可豆瓣评分4.9。我不服。网上的风评呢，那也是两极分化，这边是什么呀？杨幂获奖哇，突破演技获赞。哎，那边呢就是，咦，杨幂所有的角色都只有一个性格。至于霍建华，我建议他不要再演电影了。那这边呢就说了，咦，是你们文科生不懂他的好。那这边呢就说的，嘿，炒新了无数电影。所以啊，今日评论一题，逆时营救到底怎么样？杨幂到底有没有演技？抱着对观众负责的态度，编辑部呢特意派云先生自费观看了这部电影。首先说这个抄袭的问题，网上动不动的就说他抄袭，到底抄了没？哎，阅片量惊人的这个云先生呢就说了，哎，不就是海报有点像地心引力，穿越时间限制有点像元旦吗？穿越后性格大变有点像明日边缘，多个女主角叠加在同一个时空有点像恐怖游轮，最后落体的穿越装置有点像时空接触吗？太幽默了，对不对？那最主要的就是啊，电影讲述的明明就是在最高级别的实验室里啊，没有保安，没有摄像头，导致一大帮黑衣人自由出入放炸弹，实验室直接被炸废，自己的孩子在家里呢都能被绑架的现实主义 bug 作品啊！你会说人话吗？电影讲述的就是杨幂孩子被绑架，为了救孩子，杨幂咻咻连续穿越两次，结果孩子啪啪没了两次，最后三个时空和杨幂团结合作，共同打败了霍建华。哎，当然啊，最吸引我的还是杨幂靠着这部成龙监制的电影拿下了那个争议巨大的国际电影节影后啊，又再接再厉拿下了成龙动作电影中最佳动作女演员奖。所以影后的演技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样？来，你看这个电影一直宣传的，那就是三个杨幂对抗一个霍建华。一号杨幂那是经历了两次穿越，营救孩子失败后受到打击，心态爆炸的黑化杨幂。二号杨幂呢是经历了一次穿越之后，哎，收获经验的理智打挺疼杨幂。而三号杨幂就是啥都没经历过的啊，懦弱杨幂。那按说啊，一个人分饰多种角色，那就要求表演的精确啊，是吧？有区别。那最夸张的例子啊，就是伊美在《分裂》里演了23种性格。那么你就看了。杨幂到底咋演的呢？来，在这个逆时营救里啊，杨幂饰演的失去孩子的女主角，一边被人架着一边哭，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小时代你看过吗？像不像周崇光葬礼上的凌霄？不让我看到最后一眼，我怎样爱他？简直让人不敢直视。本来这个二号李世密和三号懦弱密的性格差距几乎为零，这本来是你用小细节演示差距来证明你自己的大好之将，可结果呢，性格的不同只体现在台词内容，以至于你只有通过他啊绑起来的头发来分辨。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您最想回到什么时候？先上车等我。由于前面两种性格呢，杨幂演的差别不大，所以呢，于是到了黑化杨幂，那就可劲儿硬凹，那生怕别人看不出来自己是个变态啊！我这么机智，那你为什么黑化之后要戴帽衫？为什么黑化之后说话就得刻意压低嗓音，放慢语速？等你只有一条命，我有两条。为什么跟平行时空的自己说话都是这个样子？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只能有一个存在。为什么黑化以后就得时时刻瞪大眼睛？这音为什么又这么熟悉？为什么呀？啊，这不是吴镇宇演变态时候的经典表情吗？什么？啊，这些杨幂的演技啊，其实并没有达到我们对于一个影后的期待啊，是因为她真的没有演技吗？有啊，人家明明有啊。啊，在她还没有完全爆红之前，以后来襄阳记得来找我，我叫郭襄。襄阳的襄。如果真的有时光机器，真心的希望他可以看看过去那个被寄予无数期待的自己。当然了，在这部电影当中啊，演技下线这种事儿并不只存在于杨幂一个人身上啊。扮演大反派的霍建华，从出场到结束100多分钟的电影，始终维持同一个表情。明明你是一个为了救亲人是吧，被逼走上了犯罪道路的可怜人，你硬生生把他演成了一个扑克脸的杀人狂魔。夏天，想回到过去吗？大哥，你这人设。前后是有点矛盾，但最最让人不能忍受的一点呢，就是被赞扬无数次老戏骨的金世杰老师，你也在这部戏里破了戒。谁敢的？不得不说啊，这部作品的低评分啊，以及主演集体演技下线，说明主创团队你全体都有锅啊，你不能只给演员。这部电影最大的优点啊，就是让大荧幕上哎出现了新的电影类型，但也对演员和团队的表现表示痛心疾首。我们欢迎电影的新境界由明星来创造，对吧？但是你别忘了，电影的底线也应该由你们来守护。好了，今天就理智到这儿，看过这部电影哎，都来聊一下吧。我们还有好多话要说呢。搜索关注鲤鱼打挺能节目微博观看节目，听腾哥给你理性讲娱乐。搜索关注鲤鱼打挺能节目微信，做一个不无趣的人。